好，我来介绍一下和差小公式。哎，什么叫和差小公式？老师先介绍这两个哈，比如晒的阿法加贝塔，好不好？这个式子可以把它拆成沙法去乘晒 cosine 贝塔，然后呢 cosine 阿法去乘晒 sin 贝塔，这样行不行？中间是加号的时候，麻烦你把这两个式子把它加起来。中间减号的时候，哎，就把这两个式子把它怎样相减，这样就好了。cos 阿尔法加贝塔也是一样，它可以分解成 cos 阿尔法乘上 cos 贝塔 ，sin 阿尔法再去乘上 sin 贝塔，中间加号的时候把怎样把这两边用减号相连，这边中间减号时把这两边用加号相连，这样行不行？老师，什么叫和差角公式？来来来来，老师举个例子哦，在之前。三角恒等式的时候，老师说强调一个观念，什么叫三角恒等式？它强调在角度一样的时候，我们教大家六个函数之间变化。比如说，在角度一样的时候，你看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等于几？一，对吧？所以在之前三角恒等式的时候，都强调在角度一样时，教过你导数关系、平方关系、三数关系嘛，教你六个函数之间的关系，对吧？那现在什么叫和差角公式？我只要教大家什么角度的变化啊？问题来了，在三角函数当中，老师举例 ，sin 30度加上 sin 60度，你说老师可不可以把 sin 给提出来，直接变成 sin 90度，可不可以？你一看就知道可不可以？你看 sin 30度是几？二分之一。sin 60度是几？二分之根号三。这两相加加起来等于 sin 90度一吗？有没有？没有，因为 sin 90度是一嘛，所以说这两相加有等于它吗？没有，所以说在三角函数当中，角度要相加减，必须要怎样带公式？带什么公式？带这两公式。当出现 sin 口口 sin 的时候，你才可以用把这两个角度相加。怎么相加？用 sin 来加。把这两个角度加起来，当出现 cosine 的时候，一样才可以把这两个角度怎样相加，用 cosine 来相加，这样了解老师意思吧？所以说这公式也蛮好记，好不好？怎么去记？第一套就把它记成 sin cos cosine， 第二套就是 cos cosine， 这样就出来了，这样行不行？按照顺序 sin cos cosine， 第二套 cos cosine， 这样行不行？老师举例好不好？比如说你看这个。你又碰到这种东西，当出现 sin 口口 sin 的时候，有看到？这时候这两个角度20度和10度就可以合并了。怎么合并？出现 sin 口口 sin， 有看到？麻烦用 sin 来合并，把这两个角度合并起来， 20 度和10度合并。用 sin 来合并的时候，中间加号就加号，所以加起来会是 sin 几度？三十度，这样行不行？同理，当出现多少 cosine 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可以把七十度和四十度来合并了。出现 cosine， 有看到？这时候用 cosine 合并，用 cosine 把七十度和四十度来合并，这样行不行？只是用 cosine 合并时要小心，中间加号要把它变什么号？减号要把它变号，所以说算出来是 cos 几度？三十度，这样了解老师意思吧？所以说麻烦先把这两公式给整理一下，这样行不行？可以哈，我们等一下再看底下题目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哦，麻烦你去把 sin 七十五度算出来，可不可以？怎么算？在之前哈和差角公式当中，老师讲过。好不好？当出现 sin 口口 sin 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两个角度合并。出现 sin 口口 sin， 麻烦用 sin 来合并。那出现 cosine 呢？这时候也是一样，可以把合并。这时候用什么 cosine 来合并？这样行不行？好，这边看过来叫合并，那从这边看过来叫什么？叫拆开，对吧？今天原本是阿尔法加贝塔的，可不可以拆开？可以。用 sin 来拆时，它可以拆成 sin cos cosine。用 cosine 把这两个角度拆开时，可以拆成 cos cosine。这样了解是意思吧？好，
所以说你观察一下，今天要求的是 sin 75度怎么算，你看一下75度可不拆开，拆成两个我们会算的，听好，一般来讲我们只会算几度，30度、45度、60度嘛，所以75度可不拆开，可以哦，它可以拆成多少，45度加30度，这样行不行？好，这时候用 sin 来拆开，麻烦帮你把它拆成多少，sin cos， 这样行不行？45度在前，30度在后，45度在前，30度在后，用 sin 拆时，中间加号就用加号把它相连，这样行不行？说麻烦你把它乘开，这样行不行？ sin 45度算出来自己二分之根号二， cos 30度算出来自己二分之根号三， cos 45度也是二分之根号二， sin 30度算出来自己二分之一，把它乘起来，分母是几？四，分子是根号六，分母是几？四，分子是几？根号二，所以算出来是几啊？四分之根号六加根号二是出来了。所以说同理，老师补充一下， cos 75度也是一样，好不好？75度怎么拆开？刚刚讲过，它可以拆成45度加30度，这时候用 cos 来拆开，对吧？它可以拆成 cos 永恒了，45度在前，30度在后，永恒，45度在前，30度在后，但是用 cos 拆开时要小心，中间什么号？加号，懂了？麻烦你这时候变号变减号，这样行不行？之后你去把它算一下，好不好？老师不算了，好不好？算算自己，四分之根号六接根号二，这样行不行？好，讲到这边，老师必须要强调一个观念了。以前后我们学过特别角，只有学过30度、45度和60度。现在学到这边之后，我要多加两个特别角。一个是几度，一个是15度，一个是几度，75度，这样行不行？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对吧？因为这边是15度，这边是不是75度，这边是75度，这边是几度，15度，这样行不行？那你看一下，当这边是75度的时候，听好，刚刚讲过 sin 75度是几，四分之根号六加根号二，对吧？ cos 75度是几，四分之根号六减根号二就出来了，可不可以？可以哦。老师要怎么去记？其实哦，15度和75度的记法一样，好不好？斜斜是几？四，这两边都是根号六、根号二，行不行？长的用加的，短的用减的，这样行不行？不相信，你看这边15度也是一样，斜边会是几？四，这两边都是根号六、根号二。根号六，根号二，行不行？长的这边用加的，短的这边用减的，就形成 sin、cos、tangent 了，对吧？好，到这边是我们 sin 75度的地方，好不好？麻烦你把整个观念整理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 ，OK？